听说黑暗组织的事了吗？啊，不会又有什么事吧？不会有事的，蓝宝，你不要那么紧张，放松放松。困宝，以防万一，你也要提前做做准备。听说黑暗组织有新成员加入，企图征服世界的势力。我们在决赛见吧！凭你的实力，一定没问题。Good. Perfect.
也进入决赛了，易如反掌。黑暗组织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要用真正的实力碾压这群坏蛋。芊芊，你也进决赛了是吗？嗯，可是我听说黑暗组织出现了，有点担心。嗯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龙之车手事件以后，蓝宝和芊芊的较量又更让人期待了。这叫传奇和英雄的对决，对吗？什么？因为好玩，所以加入了黑暗组织？好歹我们知道是谁了。说是要征服世界。困宝，这简直太荒唐了。
说是头脑简单又冲动的人，成天就知道发火，有一身的本事却给黑暗组织效力，哼，真是可惜。排名系统竟然也被入侵了，明明我是第一，却排在了最后。这是黑暗组织新成员可瑞斯干的，我们要阻止他继续入侵其他系统，他可不是个简单的家伙。据说他是说到做到的人啊，怎么办？看来这真是个大麻烦。蓝宝，这个我也很难一下子修好。哈，有谁看到葛瑞斯的样子了吗？我刚才在洗手间好像看到他了。困宝，你居然就那么放他走了？看到样子已经很万幸了。现在就追上去吧，应该不会太晚。Thank you.
是故意放走他的啊。没有证据不能行动呀，我得给他们画个大概的样子。